荣民总医院妇产科主任崔九大夫今天在记者会中说明了利用针刺或者是针刺加电流刺激的新方法对36位产妇所做的成功的临产手术。虽然说对难产的孕妇用西医方法并不理想，用针刺引产简单经济而有效，在36位产妇中接受针刺后100%都产生了无痛的子宫收缩，并且有25位顺利的产下婴儿，证明了针刺引产成为最新的一种有效的方法。